山邀您观看烈火军校，全力保家卫国，再游大好河山，旅行选携程，价格贴心，服务放心，让你更安心。小姐，怎么称呼啊？你和我们家少爷是朋友吧？谁跟他是朋友？放了！少嘴啊！她是我的女人。我烦死他。你叫他什么？梁晨啊。哎，小军，上次我们在黄梅戏，上次你见到的是他妹妹。你还有个妹妹呢？对，我有个妹妹，她妹妹叫谢香，在清华女校读书。谢香？你的小名不是叫谢香吗？今天是我没碰见，下回让我碰见，有他好看。大哥说的还是对的。是，哎，兄弟，看什么？是不是觉得我很帅？神经病啊你！口是心非的女人最不可爱了。你说谁女人呢？男人也一样不可爱。你不是送曲小姐去了吗？那个母夜叉没兴趣送。哼，你上次还觉得人家漂亮，还要绑人家走呢。口味变了？哎，我就变口味了。哎，我就对他没兴趣了。冷了，哎呦，我不要，穿上，走。报告。进来。什么事儿？宋教官喊我过来帮忙整理文件。又出事儿了？训练到一半不听指挥擅自离开。你被放在地下的那些文件啊，按时间顺序放到架子上就行了。是。啊，还有，动作轻点，别影响我休息。哦。Thank you.
上去，立正，下一卡切，向前看。你们都是学校精心培养出的战斗军官，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不仅要有聪明的头脑，丰富的作战经验，敏锐的军事嗅觉，还要有顽强的生存能力。所以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之前，你们要先学会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你们要适应各种复杂的作战环境，同时保持理智清晰的头脑，迅速地完成任务，并且同时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今天的任务要求你们在30秒之内熟悉地图，并依照地图上的标志找到自己对应学号的牌子。目标地点有守护者，一旦被守护者击败，你们的任务就宣告失败。里头的地形很复杂，有些地方有断层，有些地方是死路，盲目乱闯只会浪费时间。里面有多个起火点，你们待在里面的时间越长，浓雾就越大，想要找到目标就越困难。凡是被守护者击败的，没有找到自己目标牌子的，最后一个出来的，都算是任务失败，将要接受惩罚。报告教官，惩罚什么？扫厕所一个月。一点新鲜感都没有。那就罚你们在操场上裸跑20圈。不要笑，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记住自己号码牌的位置，你们只有30秒的时间。时间到。行动。
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顾燕真，你怎么在这个？谢良辰呢？我不知道。谢良辰，谢良辰。谢良辰，谢良辰，你怎么还在这儿？我没找到我的号码牌。别找了，快出去！不行，我一定要找到。哎，出去！不行！哎，你干嘛？放我下来！沈君山。放我下来，沈君山！谢良辰呢？我怎么没找到他？哎，你找不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别！刚被沈君山带出去。你放我下来，沈君山！别动！我要回去，我号码牌还在里面呢。沈君山！哎呀，我累了，我在这歇会儿。我让你起来了吗？坐下。凭什么？坐下。我刚刚说了。任务失败的人会受到什么惩罚来着？裸跑20圈。那看来要裸跑的人还不少呢。除了他们，没有找到对应自己学号号码牌的人，站过去。你的呢？我你换了谢良辰。你的号码牌呢？
门口捡的，是你的吗？向晨，来一块跑啊！来呀、啊！你怎么感谢我啊？我谢你什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拿走了我的号码牌，卑鄙！青山，聊什么呢？没事，问他号码牌的事儿。号码牌怎么会在他那里啊？谁知道？他那么无聊，干这种事。要不是你带我出来，我也白找。那天没有经过你同意就把你带了出来，不好意思啊。要不然我也得跑。谢谢你。嗨，嗨，わかりました。会长，杏子夫人和萧姐已经上船了，真田君的骨灰也一起被带到了日本。沈丁白呢？他已经回家了。他不承认杀了真田君，警察厅的人说会继续调查。另外，烈火军校向军部抗议，说我们擅自闯入军事局，偷袭他们的学员。他们不是没有伤我们，反倒是我们死了五个人。他们说有一位学员在战斗中伤到了脚踝，还有一位学员在战斗中被打破了头。来人！我听说沈家的棉机厂开工了。是的。说个，这是我的球，还给我。你的，来给你。小桃，你又调皮了。二少爷，真对不起啊，有没有伤到哪里啊？我马上就带他出去。沈会长，您看看这边啊，这些呢全都是最新上的机器，都是最新型号的，精度非常的高。我们这些员工呢干起活来都很卖力气，经验也很丰富。君山来了，没什么事，你忙你的。明天上海来的技师就要走了吧？在你们走之前啊，把机器再重新调试一遍。好。明年的棉花要抓紧时间定了。现在山东打仗，河北遭灾，棉花可是供不应求。知道了。沈会长，我来帮你们拍个照吧。好，在哪儿？这边关系好，你们在这儿，我在这儿。好，叫大家一起。哎，都叫来。来来来，来来来，停一下啊！来来来，过来跟你们合个影。强子过来，快来，过来，快快的过来过来，快点啊！跟你们一块合个影。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刚才那个小女孩呢？把她也带过来。好。走。来。来，看镜头。一二三。
这节课讲的重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哎，放哪去哪儿啊？我都没地方去。嗨，回家呗。哎，亮晨，哎，明天放假，你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我家又不在这儿。哦，哎，你妹妹不是在这儿？你不去找她？啊、哦，她是寄宿学校，轻易出不来。那你没地方去，你跟我去我姐家吧。你姐家不是在惠县吗？离这几十里地呢。早搬过来了，挺近的。明天我弟弟也去，你不是还没见过我弟弟吗？我也没见过你弟弟，我也要去。你也去啊？嗯，好啊。怎么哪都有你？同学们，都听说了吗？日本武士纵火烧了华西棉机厂一个宿舍楼和一个库房，七名工人和一个孩子被大火活生生烧死。现在日本商会竟然公然包庇凶手，外面已经闹开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们罢课上街游行，要求政府严厉惩戒凶手，还死者一个公道。不会吧？怎么不会？日本人嚣张跋扈那不是一天两天了。日本弹丸小国，张司令能由得他们放肆？张司令，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了。张司令如果像传说中那么强硬，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各个学校都在罢课游行，我们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呀？我们是政府军校，跟他们性质不同。你们觉得吕教官会允许我们去游行吗？都这个时候了，谁管他同不同意？哎，军山，华西棉机厂不是你们家的吗？王青青，我回去的。好，小心点啊。快出来看看！游行的学生攻击了日本商会，抓到了杀人凶手。警察厅出面驱散学生，并抓了四个带头的。现在关在城南监狱，并以不能把日本人和激进学生关押在一起为由，将三名杀人凶手送到我们学校，要吕教官代为关押。你说警察抓了游行的学生？他们也不敢怎么样，估计过个几天就放出来了。那几个日本人呢？不知道，也许是要等待审判吧。还审判什么？多少人眼睁睁看着他们放火，一刀杀了多干净。一刀杀了，未免也太便宜他们了吧！杀了我们八个人，这帮畜生就该千刀万剐。政府要是真的有一刀杀了的勇气，还至于送到我们学校来吗？他这是摆明了要把压力转给军方，还有白市长，显然是不想趟这趟浑水。唉，这个老狐狸啊，搞不好是先关个几天，等风声一过去了，就恭恭敬敬地把他们给送出去。老老的，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杀了我们八个人，然后完好无损地走出去？想得倒美。
燕林啊，这句话你应该问张司令，问白市长去。那怎么办？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他们转一圈然后被放出去？我跟你说，他们一会儿要去搞事的时候不要瞎跟着掺和。为什么？他们那帮白痴能成什么大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我们还是预备一军。听到没有？干嘛？怎么样？就你这小身板也来军校自讨苦吃啊？说谁呢？这个问题我们倒是可以再讨论讨论。还有什么好讨论的？人都已经送到我们地盘上了，要揉圆了搓扁了还不都是我们说了算？明的不行咱们就来暗的。对，咱们今晚摸黑了去捅了他们。对，捅了他们。你是个猪啊，你现在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还擅自行动，你想挨枪子儿吧你。哎，叫他们盯紧点李文忠，小心他去告密。就你聪明。那当然。这个世界上除了烧死、淹死、炸死、捅死，还有一种死法叫突发疾病暴毙而亡。咱们牢里又湿又冷又脏又臭，那几个日本人水土不服，染上点疾病也是正常。这也太便宜他们了吧，咱们得打起精神好好伺候伺候这几位。对，好好伺候伺候他们。行了行了，咱们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我们也不清楚上面的想法，万一张司令是要公开审判他们呢，对吧？怎么可能，山东交州湾正在全线撤兵，北京政府正在和日本人谈判，这个节骨眼上你觉得张司令敢公然审判那几个日本人吗？指望他们还不如直接指望沈君山的大哥半夜带人把日本商会炸了来的更合适。哎，这事儿靠谱。都在这聚着干什么？没事干了，散了。顾云珍啊，门口有人找。啊，谢亮辰，我跟你说的你记住了？我记住了。我出去了。小胖，怎么了？燕正哥，嗯，出事儿了。就是你说我们诗社的诗写的不好的，话是我说的，但事儿是你挑的。废话少说，现在人已经到齐了，开始吧。湖畔清秋几月圆，湖畔清秋几月圆，琴台旧梦楚江眠，依稀黄鹤白云杳，一曲流波喜事年。那是我的诗本，你们偷了我的诗。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呀，你们太无耻了。给我上！喂，顾七七，你怎么回事啊？哥，你怎么来了呀？哟呵，还带了帮手啊？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大家都是文明人，有话不能好好说？你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的，别以为你是男的我就怕你，臭小子！你叫我什么？臭小子！上！喂！闪开，让我来。长娘们，学会打架了吧？啊！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这是为了荣誉而战。你现在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了。哥，这不都还是跟你学的吗？我这么多优点也不见你学。优点？你有这种东西吗？哥，我错了。哥，你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成熟稳重，简直就是我被新青年学习的楷模。哥，说正经的，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回家呀？我在学校，一般不请你出来。学校？都开学多长时间了，你还没被开除啊？这什么学校？顾姐姐，我看你今天真的是有点找死了。没有，我就是纯粹的关心你。得了吧，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你说你顶着这一张脸回到家，活的几率有多大？哎呀，不劳你费心了，爸爸他回北京开会了，妈妈又陪三姨去南园了，不住个十天八天，他俩肯定不会回来的。切，怪不得，我说你这么大胆。我这叫谋定而动，不打无准备的仗。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这么讨厌爸妈管着你，你为什么哭着喊着要跟着顺远来？一个人在北京多好。那怎么能一样呢？你看，你和爸妈都来顺远了，我一个人留在北京。少爷，燕征哥，我家司机来了，要不我先回去了。去吧，去吧，去吧。那这样吧，我把七七送回家，反正路还远，对吧？嗯，你们走吧。走了。上车。给我老实点。知道了。一，二，一，二，大半夜的不睡觉啊！既然你们一个个精力都这么旺盛，我就帮你们发散发散。一，二，一。顾远真，你是不是想跟着练一练 啊？没有。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一、你不是都猜到了吗？就因为被关在学校那几个日本人啊。嗯。你怎么没去啊？你不是说了不让我去吗？哎呀，这回这么听话呀？我不是听你话，我是有最起码的判断力啊，而且沈君山也没去。沈君山去不去跟你去不去有什么关系啊？沈君山没去就说明这件事有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沈君山啊？再说了，我也不说那帮人不靠谱吗？有什么问题吗？你比那帮人更不靠谱。哼，就沈君山靠谱啊。是他比你比那帮人都聪明多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他比我聪明啊？哎，你离我远点。哎，我说你在宿舍能不能穿件衣服？你知道人和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在于哪儿吗？就是人知道羞耻，知道穿衣服。整天光着个膀子在宿舍走来走去，你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哼，大老爷们儿光着个膀子怎么了啊？再说了，什么叫光着？这不是衣服吗？啊，来来来，给你看什么是光着。流氓，你干嘛去？洗脸。你不是洗过了吗？再洗一回不可以啊。肯定是被我的身材迷倒。
早啊，昨晚睡得好吗，周彦霖？不早了，你再晚来一分钟，课都不用上，直接泡大澡得了。你们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朱彦霖偷摸去关押日本人的禁闭室，被吕教官发现了。听他们鬼哭狼嚎了一个晚上，想不知道都难。嗯，好像是在库房偷东西的时候被抓住的，也不知道偷的是啥。可能是想偷点毒药，把那几个日本人给毒死了。切，要不然怎么说他们都是白痴呢？人都已经被关在禁闭室了，要真想动手啊，指甲刀都能杀人了，还偷毒药，多此一举。说的那么厉害，你能你来啊？哎，我还真有个计划，要不要加入？什么计划？说来听听。梁晨，郭教官的饭送到了吗？嗯。火鸡蛋呢？不是我。你坐了我的位子，吃了我的鸡蛋就算了，还不承认？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吃你鸡蛋啊？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我真想把你眼睛都挖了。你把这个也拿上算了，好不好？你吃好了？嗯。沈君山，我说那个计划，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啊？看来他没有这个兴趣。整天臭着脸，像个变态一样。你怎么说话？关你什么事啊，关彦真？干嘛？你那是啥计划呀？我有兴趣，我想加入。可我没有兴趣带你啊。关彦真，你就带上我吧。要不是朱彦霖他们不讲义气，没叫上我，我昨晚就跟他们干了。是啊，哎，太可惜了。要不然，你昨晚就得跟他们一起去受罚了，白痴。什么计划？就是收拾那几个日本人的计划呀，你可得保密。你再大声点好不好？待ってろ。おい、お前帰れ。早く。
和悲伤，人总有一些缘。